所以我们到讲，阮社长甲阮翁吼，两三年来都很辛苦，正在准。这三年多，刘社长跟张树娥就一起计划，说今年要去绕境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很辛苦，费用什么的，大家都很辛苦，不是大家都有财产什么的，所以今年就帮他圆梦，你的细书出门是不大可能的事，但他们都办到了。在这边很谢谢所有的友工，所有的交培进，那能够这样子大力的支持我们，赞助我们。请社长，陈志强，哦，一个四年前，咱落去上山，哦啊，这个较好的时候，又下这个弯。讲那是三年了后，哦，伊若有这個能力，哦，要来甲李四叔，要用这个五顶桥，甲请倒来咱本庄云顶，哦，啊，要来开这个许个协会，哦，啊，就是因为要来完成伊这个心愿。陶姐，你问我完成他去台南的梦，我们已经完成。可是过了第三年，我就想说啊，我第三年我来南洋该求山。这是我之前跟前社长有讨论过的东西。但今日吼，啊，这两年前就开始调皮啊，吼，啊，真感谢，哦，咱这个晋顺社各位三兄弟，哦，啊，甲咱各乡各团各县各社，哦，啊，各堂，哦，啊，即届，哦，啊，来咱上山，哦，啊，这个环境甲咱赞助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感谢大家这几年辛苦了，这三年多你们大家都辛苦了。阿伯阿母老了也没有办法怎么做，曾孙社就让你们撑起来。十月三号，八月十七，啊，多谢这些交配进来，赶到三冈。啊，我谢谢这些人赶到三冈，然后我已经到三冈，也真的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么大的那个梦想。啊，希望这一次活动可以顺利圆满。那在这边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呼吁大家就是可以配合戴上口罩。那剩下的就是感谢，再感谢。